大家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 Deer Center， 在爱丁堡那边。那这个地方呢，它除了有鹿之外，它还有水獭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老鹰啊，各种的动物哦，是一个算是野生动物中心。所以呢，我们从爱丁堡开车到 Deer Center 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走吧。各位，我们现在到了 Deer Center， 然后呢，这边它外面呢的广场地方啊，就是有很多的座椅可以休息，然后它还有一些小商店。好，这边有个地图呢，可以让你知道说整个园区里面呢，在什么地方有哪一些动物。那这边有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品种的鹿，等一下我们也会带大家一个这个去看。然后还有很特别的，竟然有狐狸，还有这个 Red Squirrels。好 ，Red Squirrels 非常特别哦，它是只有在苏格兰才有的松鼠哦。然后还有这个，哦，是什么东西？哦，还有熊，然后还有这个苏格兰的野猫，还有老鹰，还有这个 owl 很多。那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一一去看喽。And you can jump through this door here. Welcome. 好，那刚才呢，我们就付了钱。那这边原本是要门票，但是后来从最近开始呢，变成用donate的部分。然后我们donate20块，然后再加上3.5块买这一包鹿的饲料，所以等一下就可以来喂小鹿喽。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好呢？去go home left。这个拖拉机很大哎，好可爱哦！哦，你在卖吃的？我现在中午了，可以先买个吃的。去 get some lunch first。然后看一下这个吃的有什么。哦，他有在卖薯条，然后薯条可以加酱，然后有 cheese 酱、咖喱酱。然后还有在卖，热狗之类的东西，还有 donut。看，超可爱的。Hello. You have. We have food. Yeah, it's a little baby. Wait, we have food.They're so cute. You gonna feed the baby or the... Who's first? Don't bite, bite, bite. Don't bite me. They want to try. You go. Just put your hand through, Jesse. What is it? Put your hand through here. I'm afraid.Why you again? Your turn. Oh! Did you drop? A couple, yeah. You lift my hand. Can I petting you? Can I petting you? You're so busy. Can I feed you? Because there's a symbol. Didn't see that. Didn't swim?嗯哼，哇！看这个雄鹿，它的脚好大。哇 ，look at that！ 超大只的，你看。等下来喂它。可以上。可以 hand through。Okay. Like this, Jing Shun. You dropped. You think his antler is still? Can touch his antler, but be careful. He doesn't swing and hurt you. Yeah, you can touch his antler. Can I touch your horn, please? How's it feel? It's furry. Can I feed him again?
Yes, you fit. Wow, they're so furry. Yes. Okay, let me keep going. Yes. I want to. This is a run. So furry. No. Okay, see you later. Oh, 迎面走来的另外这一只，它超大的，它的脚也很长，应该是年纪蛮大的。那这边小朋友呢，也都很勇敢，来喂小鹿吃饭。接下来轮到我来喂小鹿咯。小鹿吃饱之后呢，也为我们带来一个还不错的表演。这个声音呢，大家一般人应该是不太常有机会可以听到的。那接下来记得把耳朵打开哦。Is that a burp?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一区。这一区的话，我们就要注意看哦，是看树的部分。那在这边里面呢，你可能会看到黄色的松鼠，然后还有一些蝙蝠啊、鸟类、猫头鹰跟那个 hedgehog 跟刺猬哦，还有青蛙。所以我们现在来找找看吧。结果我们意外的发现，这边有在做猫头鹰的教育，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猫头鹰。等一下还有猫头鹰秀哦。It's not super prevalent now, but it looks like he might be potentially starting to develop cataracts in his eyes. How old can he be? So I mean, he's 26 now, but the oldest one I've heard of was 63. Oh, wow. I mean, he's not gonna fly all that time, so...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非常珍贵的苏格兰野猫。那苏格兰野猫呢，它的外形有点像我们常见的虎斑猫，可是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呢，它的体型通常比一般猫咪大 25% 左右，甚至可以大到两倍哦。它的尾巴呢会比较蓬松，而且眼神锐利。那平常吃的东西呢，当然不是猫饲料啦，就是吃兔子啊、松鼠等等的这种小型动物。你怎么发现这个树这边有门呢？看看有个打开吗？有人的家吗？哦，没有，这是一个装饰。那这边还有这个城堡可以玩，就是如果你有带小孩的话，这小孩可以在这边玩得很高兴吧？当然，你没有小孩也可以来这边玩，只要你不要有童心就可以喽。譬如说像这样子，带我做这个哦，走吧，滑鼠啊！Oh my god! Think I'll fly off yet? Yeah. It's too heavy.看到这只短小精干的山羊，感觉它蛮可爱的，就来跟它拍照了。然后在观察它吃草的过程当中，我终于发现，原来啊，羊吃草的时候，它是会把整株草连根拔起的，就是连土的部分它也会一起吃哦。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它只有吃草上面的那个绿色的部分而已，长知识咯。看这边有什么？有驴子，对对，超可爱。这个是拿来抓羊用的吗？来摸摸看驴子，怎么？哦，很软哎，而且它们很温暖的，就是这边隔着就感觉到热气了。刚刚有点下雨，所以毛有点湿，但是它整体上来说是温暖的，难怪它们在外面都不会冷。那另外这边还有什么呢？这样 ，Hello Cool。高地牛，它的头发就是有那种很像刘海的，有没有看到？超可爱，看它的胡子好可爱啊！它两个差不多高哎。我找到野生的 Huggies 给大家看一下，原来 Huggies 长这样。好啦，这是英式幽默。不管有没有 get 到，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好啦，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 Dear Santa 之旅。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喽，拜拜。